笋价团贴钱利诱，郑耀堂死撑冇问题。烧烤团、海鲜团、荔枝团，收你几十蚊，包玩包食包接送，甚至派埋钱俾你。但是各个团的尾站都是去维园参加政制向前走大联盟的参政改活动。大联盟仲说对家职工们都是用40元着数餐吸引人参加活动啫。点知职工们公开价单证明没贴钱。咁大联盟你个海鲜团又有冇单价？有些参与者的团体呢边度的我都不知道。好嘛，咁所以你如果知道呢，你哋直接揾返佢囉，咁我先可以叫佢出咗一张单嘛，我边度有单俾你啫。咁我又参与其中嘅时候，我又可以能够解决到我自己食饭嘅问题，我就觉得就正常囉。吓，咁同利友有咩分别呢？好坦白讲，佢早计划咗 plan 咗个计划，无论佢唔搞呢个咁样个集会，咁佢都系要搞㗎喇，好嘛。咁所以只不过就系、是、我有个集会咧，佢又要顺带嚟埋呢个集会。自己又话补贴冇问题，咁其实最后讲穿咗，佢都系即系利诱啲人去游行。咁所以大家睇到咧，19号嗰个游行本身咧，就系、是、都系为咗着数去游行。李卓人就要求郑耀堂公开晒啲单据。